有没有很累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临界反应的经验？我是阴阳眼吧？趁这个机会离开吧，你把一副选址去考虑。这就像罗氏这件事自杀还是他杀呢？医生，我的专业判断，90%就他就是自杀。你看我把这门开开，证明可以将随便开，还需要法医吗？你不是自杀的，跟我屁事啊！你就早会通灵的人了。这不是自杀了，是时候被拖进来的。我不相信灵魂学，因为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到底是谁杀了你？ 欢迎收看安娜明星，耶！今天是充满秘密的一集，也不会到秘密了，一定会，因为我们通常只有在这个时候你们才有空来，就不能有秘密，就是没有秘密之后你们都没空了，不会像之前来那样，今天我们会畅所欲言，有到畅所欲言吗？天哪，真的，那我可以问刚刚问你的那个问题吗？ 还不行啦，都真的是不小心就会踩到那个暴雷的地方。哦，你看，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永远都在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给我们这么好的朋友来讲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对，充满秘密的一集。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李国毅先生跟那个旁边是我们可爱的大文老师。不可以把李国毅挡住，不见了，这个比较重要。不要这样子，你在这里，哦，好，你也在那，那就有两个你，两个你。好，那你介绍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李国毅。好，我是大文。我们来宣传灵异街十一号。好，换你了。怎么了？就继续问问题啊。<笑>我就说吧，这是充满秘密的一集。灵异街十一号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国毅叫我不能问的那个问题，但我们就决定，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他说不能问，我们就不要问了。可以，我不是说。啊，你说。对对，因为问了答不出来，这样对天文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好说的事情。 不要问，好，真的吗？对啊，嘿，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那个戏剧？可以请那个大文先来跟我们讲一下。我先好险哦，我怕被讲完。不会，怎么可能？它是充满了一个，其实它算也算是职人剧，职人剧，因为它里面讲了两个职业，就是礼仪师，还有法官，还有那个法医，还有那个。 警察，还有小混混，哎，其实四种职业的人认知当中，小混混是一种职业，真的，真的，他其实想到很多他们人际关系或者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切面。哦，是，因为今天刚看完试片。哦，您看完试片？没错。哦，那你有去看吗？我今天没有，没关系，但你都演了，就是要演给人家看，就自己比较忙的时候没关系。那刚刚讲的那个职业里面，两位各是什么职业呢？ 我是礼仪师，其实我是藏仪社里面的员工，但是我们藏仪社稍微比较小一点，小编制啦，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做。我本来想说小一点，然后您在里面空间就比较挤，然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文老师，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就这么没有礼貌，但你真的太可爱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子跟你表达我对你的那个喜欢。 好，那你害羞了？对，有一点，是因为李国毅在你的旁边，还是？是啊，是啊，可能好好的介绍一下这部戏。没关系，我们一开始没有，我们还在歪的时候，不用那么认真。先不要被他牵走，不会，因为我上次来又被他牵走，然后什么都没有讲到。我以为是什么都讲出来了，人家很可能。我们真的好好的告诉大家，你们这些十一号。没关系，大文老师，你在接到你要演的戏有李国毅的时候，你曾经有幻想过跟他会有一些什么浪漫的桥段吗？其实什么样的桥段我都幻想过，我就知道。你可以讲一下吗？你先表述。 啊，突破！对，因为其实我呢是出现在藏仪社这个场景比较多啦，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可以出个外景啊，比如说我们两个在夕阳下奔跑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好起来的感觉吗？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所以你有去做过任何就是希望有一些加戏的争取吗？毕竟你们会在戏中有一个共同空间的相处。 有争取，而且还真的争取到了一些什么呢？真的，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争取到了之后的心情吗？争取到之后的心情就是很愉悦，而且我可以说那个争取到的那个尺度，可以说是，尺度非常的突飞猛进的。我真的觉得算是跟国毅第一次有这么靠近的距离的机会，对大文来说就是一个一定要好好把握，让大家羡慕到翻天。 翻天，真的翻天就覆地了，我真的觉得这下子真的是很多了。你还好吗？我完了完了，没关系啦，你人来就好，因为我坐在这里，然后一直在这样子聊我，不是，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尴尬病这件事情，就是从小到大就也没有改过，对，那药都治不好。
好。没办法啦，但他跟你这种，你有帮他做一些调整嘛？你毕竟也是一个老师。调整嘛，其实不用调整，我就浑然天成。真的，你是因为看到他，你什么都对了。对，只要人对了，场地对了，什么都对了。我之前跟你说，你真的讲得很好，只要有李国毅在的地方都是对的。所以今天李国毅就算坐在这里一整个小时都不要干嘛，我们今天收视率一定还是会爆表。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线上大概有30,000多人进来了。对啊，只要李国毅来就是对，因为有李国毅在的地方就有爱，这是一部有爱的戏，是这样吗？这次跟大文算是第一次合作，然后直接把你打断，肖维弟弟 go， 不会啦，跟大文第一次合作，然后我们在剧中算是老板及员工的、的那个关系，所以你是老板，他小老板，我是小老板，对，然后大老板是，大老板是已逝的父亲，太保哥，戏里哦，太保哥，太保哥，对，太保哥，然后所以我们在葬仪社里面，公司里面会有非常多很逗趣啊，很活，然后同时有笑有泪的很多的互动。因为我们就公司真的比较小，所以就是大家就比较容易有亲密的接触。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你把亲密接触称之为摩擦。对，摩擦。天哪，那摩擦起来你心里一定也是小鹿乱撞。我真的是很怕大家会擦伤。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今天西这样走就对了。林俊杰十一号一定开红毯，大家都想要看一下大文到底跟李国毅有擦出什么爱的火花。真的，这不是开玩笑。我知道这条线一定要尽情。我觉得是，大家都。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会找谁来当嘉宾？当然是找在里面最有擦出火花的李国毅对手。幌子而已，也是不用这样，也不要这样说。他不在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有你在，李国毅说什么都可以。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只要李国毅来，我们其实呈现的也可以是一种肤浅，就他说什么我们都可以。我比较这样子啊，就是我没有没事，头号粉丝，我了解。我今天有我有勋章。我觉得我应该是逛的不够多，也来不及。我逛几年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要把我们逛的那个整个那个记录也要拿出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再跟你讲怎么逛李国毅的脸书。林毅街。哦，你先拿到这个，那这个您先讲一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李医师就是我在剧中这次饰演的是一个有黑道背景啊的就是一个帮派的混混。但他因为父亲的骤然去世，被迫要回家接家里的家族事业，就是一间葬仪社。对，所以李医师这个过程跟这个学习，在我们在开拍前也做了蛮多田野调查，实际的执行。对，所以这次李医师的这整个过程也是给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好，我相信就是现在叫李国毅接戏，那个角色不够特别啊，或是他有演过那种他都没兴趣，你就是他这次接戏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已经有患难之交，那是因为拍了以后你才跟他患难，拍之前你根本就是充满了幻想。我们去做那个田野调查，从幻想到患难，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有，我们一开始先患难，患难之后再幻想。好，我觉得今天找大文老师来真的太棒了，我们一定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而且李国毅就是来这里受访，他什么都不想说，那就是对着镜头。因为我一直要说，是你一直去别的地方哦。不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带着你到天涯海角啊！好，这就是我们跟你相处的时候最大的期望了。好，到底要到李国毅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不能剧透的一部戏，我们这样随便问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就先让他说了什么，我们就顺他的尾味来问就好。我们就是贴心的主持人。带他来就是来家里做。待会你说说这一次去那个田野调查跟实习的一些那个经验。好的，有张差点被拉走了。其实我们这一次算是有种，到了大家一般去不到的地方啊。是，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多地方算是一般人禁忌有忌讳的，算是禁区。我们进了大体的化妆间，然后我们亲眼就是实习了大体老师在修复的过程。那个真的是，你是说那个是真实的，认真的见了很多陌生的大体，对，对，虽然不认识大体老师，但是我们看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过程。好，是大体老师哎，大体老师就是很，对，这也是刚刚我们这个李医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对，好。
因为那个李国毅给我们一个就是非常要严肃面对的话题，肃然起敬了，一定要肃然起敬。我这没有，这戏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说用其他的方式，反正大家都在等你们看看你们的那个新剧嘛、嗯、那你们自己在拍完杀青到现在，就两位也不断在自己的平台上说到底哪一天要播、嗯、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也不过就是顺着一种这样的心情，终于要播了的之后，那你们又开始就是稍微比较就严肃起来、嗯、不播的时候你们又生气，播的时候又不生气了真的会生气啊、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就很着急、啊、就生着急啦，不是生气、哦、不好意思，不是生气，是着急。我们身为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对对对对。那李国毅到底被访问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在戏里面他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段，就是制作方给我们的一段影片，因为拍得很帅，没有看很可惜，所以只是因为这样而已，不然人都来到现场了，其实看现场真的比较好。对，所以你不想看的时候跟我们讲，我们就切断就好。不不不，让观众多了解林一杰十一号一点。你人在就是最棒的了解，看那个影片只是一种辅助，所以要 Q 了。好，这样吗？那你来。好，他 Q 两次通常不太带，不会，你做什么都对。然、嗯、后救救我，帮你 Q 吗？对，好。我觉得这一次在林一杰十一号饰演的角色叫高志海。人啊，的脑部受到重创之后，难免会产生一些幻觉。叫叫阿秋，阴阳眼超赞的，我超想要的。阿海的个性，这次我把它设定的其实是有一点点我们说的可能一点松松的，一点台台的，所以在剧中我的说话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标准。不是吧，你看看我，我爸死了然后留这件破葬仪式给我，我也很衰啊，我帮不了你啦。他很容易让观众喜欢他，他很容易让观众相信他所看见的事情是真的，只是当时就很害怕说，哎，他会不会对这种题材很忌讳？因为他其实说他本人不看鬼片的。你别过来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帮忙收尸体的。你找错人了、啊。可能我自己个性关系吧，我不喜欢做过的事情。那这次这个角色，第一个挑战就是所谓的殡葬业。我其实老实说，在刚开拍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害怕。我不是自杀的，跟我屁事啊！你去找会通灵的人啦、啊。他会来咨询我们，就是哎、欸，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遇到这样类似的现场或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会怎么说？你们会怎么做？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很多时候因为现场找导演在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哎、欸，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去建构一系列新的台词的内容，那甚至里面有如果夹杂到一些专业知识，他会来询问，那我们就把它立刻在现场把它加进去。可是问题是，他非常快的吸收，把它变成不但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且当他在演的过程当中，就好像他是一个非常经验资深的一个从业人员。他有很多很重的感情戏，但是因为我们都很克制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让那个东西是。你真的有感觉，你再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要。所以，我们一直在调一些小细节，让他的所有的真诚流露都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李国毅最可爱，然后最动人的角色。他没有任何的伪装，而且他里面有很纯粹，然后非常真诚的东西在李国毅的表演里面。所以，看完之后你会爱死啊！我觉得最后导演讲那两句话，如果让道文老师来讲，应该会更贴近大家的心情。没有问题，麻烦您。大家看了之后就会爱死阿海，爱死李国毅。嗯、会不会太多？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就制造一些氛围。然后因为那个刚刚那个说法，其实国毅刚刚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自己也说，就是你在里面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是有两个非常棒的那个女演员在旁边。 对，曼舒饰演的盛英跟大文饰演的朵朵，在剧中哦，两个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对阿海这个角色好啊。然后其实走到后来大家都其实全部现场的工作人员跟剧组的人都
蛮期待我们这一对有什么发展的。CP， 他们会追我们这一对 CP， 我们有自己的 hashtag， 海朵，对，海朵 CP， 请大家支持。海朵 CP， 海朵有时候就是好大一朵的意思，因为海就有大的感觉。海大朵，海大一朵，海大一朵 CP， 真的，那敬请期待。海朵 CP， 你说海朵 CP 在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亮点，绝对是，绝对是，哇，亮到刺眼，亮到爆，对，亮到爆，好。刚刚那个国义自己在聊啦，聊到里面就是为了这个角色，因为李国义演戏一向都是这个样子，他喜欢有一些不太以往相同的新的挑战，就做过的事他就是不想再做第二次，所以他比较不会想再拍吻戏。那如果你跟他之间有一些互动的话，我们这比吻还要更多了，但真的就是更深，更深厚，真的要看了才知道，真的很深厚，我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原谅我，因为他监视我，我没有办法讲，可是真的很深厚。你有想过一些小柠檬的心情吗？不是，小柠檬，大家不用担心，这不是就是大家会不舒服的那一种。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说，对不起，对，想要考虑一下，就讲出这些事情，就我们要先帮戏加温。小柠檬，请把我的脸啊挖掉，就是挖掉，然后把自己的脸这样踢到我的脸上面去。我们里面有做这么那个那么，就是看板，然后就把我的脸先挖掉，这样子，就是对，就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好，真的，我们今天其实在刚刚那一段是让国义自己说啦，那我们其实也有更长版的那个一些就是预告的影片，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你们还是剪了很少，而且在里面李国义讲台语啊，都有。其实就是自然语啦，我懂我懂，就是，但是你以前也不太会去，这不是要特别拿出来讲或什么，就是国语以前很少，就自然语也很少会去讲到台语，而且讲到去台语的时候是它是有内容的，不是就瞎讲一下，好像说是再表述一下对这个工作的一些态度嘛，我也忘了，我们听到的那一句应该，所以你的自然语里面台语多吗？其实蛮多的，因为这个角色我刚才有说他有黑道的背景，他常常在江湖上你可能就要面对到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当然就会有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人，懂，然后在沟通的时候就用更适合的方式，对，应该是这样子讲。对，而且有时候台语说起来也比较有那个狠劲，有一些话用我们现在在说的话讲，就会没有那个味道。我懂，那可以有现场展现一下有狠劲的一句台语吗？好啊，然后我帮你想好了。你帮我想好。对，就说大文你真美，大文你就水，大概这样就。大文，大文，大文还是大文。拢会使，你叫伊就欢喜，所以拢会使。你叫伊大文，你就水，安尼你看镜头，不要看他，我怕他就直接昏倒，我们节目就少一个来宾。继续了。对，大文吗？大文，你真正是足水的，水甲开花啊，水甲出水啊，这么啊水，世界水。我们很少有女来宾失态，就是我最近蛮喜欢讲台语的。真的，拍完戏之后，我现在正在拍的新剧当中也蛮多的，要是给自己突然间想到，就是新的加进来的一些表演的方式。我相信其实国义在加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让角色或让故事就更丰富，然后有很多的对，就是接近那个他喜欢自然一点的状态。然后其实这句话，因为在那个一个很长的片子里面，就只有出现一句，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影像，就是夹在里面一个背景。这个不是李国义讲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跟听到的，所以在里面，大文你在那个工作过程当中也会跟国义用台语对话吗？我不会，但是他其实用了非常大量的台语去碎碎念，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碎碎念，这个碎碎念是你们平常绝对是听不到的。脏话也不是，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阿海的碎碎念，阿海式的碎碎念，其实这个是非常迷人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你在讲到最后都会加迷人这样的一种形容，显然你已经跟国义相处完毕之后，脑残的这个毛病你应该也已经染上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知道，第一次跟大文合作，然后特别意外的特别的顺。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公司有太多的对手戏了，在那个公司里面就是你们两个为主，然后就是在讨论一些就是处理人家那种身后事的一些细节嘛，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点点是要调剂这部戏的整个痛调，让它不至于到太沉重，但
欢笑的背后走到最后面反而是最深的一个感动、哦、我觉得蛮真实的。所以大武老师应该就是也很少就看到的片段里面其实都是一些你比较狰狞的表情，也没有太多唯美的画面。那我是想说你在那里面的角色是属于比较诙谐一点点，还是说要去跟国义做什么反差、嗯、还是怎么样？他应该、因为有一些片段你没有看到，他本来是一个不喜欢这个接下这个家庭事业的被迫年轻人嘛、嗯、但你应该是就是在那里工作很久的，因为我有非在这边工作不可，一定要留下来不可的原因是，对，我是一个灵异狂热者、哦、所以我必须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才可以完成我的灵异。你是狂热者？我是说狂热到不行哦。你所以你在里面是有那个特殊体质的一个角色的意思，偏偏就是没有。对，哦、是没有。预告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你很妖艳哦，哦，什么我也好想要、哦。对，我是很要的。对对对、哦，你是一个这样子，就是。所以我不能不让他离，就不能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嗯，要不然这个地方没有了，我就没有办法更接近灵异体验了。对，哎、那你戏那个国艺戏里面那个阿海，他就是有这个体质的。人嘛，因为我看到预告片很多剪那个、嗯，对对对对，他在一次的受伤，对，死而复生，今天他仿佛就看得见那些灵魂、啊，然后甚至还可以沟通，对，啊、就是从那之后就是有开了这样的一个视野，对，就我偏偏不想要接家里的葬仪生意、嗯，但我遇到的那些往生者居然可以跟我对话，就会有一种啊。干嘛来找我啦？为什么是我？你们去找会通灵的人啦。但其实随着故事的了解，慢慢的发现了，每一个死亡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有情杀，可能是有生病、意外死亡等等之类的。但慢慢的发现，所有的死亡背后都是一个字，爱。就是爱，所以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说，你刚才问我说这部戏到底什么可怕灵异片，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其实是充满爱的一部戏。就是其实戏剧在我相信李国义去处理或者是接演的戏，他希望传达的某些能量上，还是希望让大家看完这部戏之后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或看待事情当中新的角度或眼光，或是摒除掉那些大家一直以来就是误以、不要说误以为，就是习以为常看这件事情会既定的印象，这样他用一个新的想法，所以我有看了一些那个就是大概像戏剧当中的预告，他提到嘛，因为那些人来告诉你那件事情，其实是想也是希望从你的身上得到一些他们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的疗愈，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在戏里面去到了你们公司以后要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有以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这样可能是以为是意外，但其实很多都是非意外、但没有人会知道，可能法医知道，但是这就是需要去厘清的部分。了解了解，所以简曼书就是一个法医的角色，对，他算是一个指向性证据，然后完全科学取向，完全不相信有这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就是叫做 TK 的人。对，对不对？冰冰的，冰冰铁齿，也不太不近人情，也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一个人。是，某方面他跟我饰演的高志海这个角色蛮像，都是属于不太会表达自己感情的人。而这样子的人，多半他的生命都会带着意外以及遗憾啊。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情，多半都会有这两个。因为当他想通透的时候，那件事情就回不去了，就是这样，都已经过了，就过了这样子。好，我们可以从那个大文老师的那个自己的脸书有看到，就是有一些默默的剧照的一些剧透。哦，剧透啦。对。然后我们只好，因为我们什么都拿不到，只好从你们自己家里面去找。有没有找我几篇我最喜欢的？哦，当然有，我们大概做。大文老师有一些那个废文系列，我超爱的。真的吗？我们现在我们也是终，我们其实也是终于就是做你们来宣传嘛，就好朋友来就一定要帮他的戏剧做推广，所以一些比较就是扯一些有的没的，我们还是没有用。就是你看，我们都帮你们拿这种，就是你们在那边折纸莲花。对啊，大文老师这个时候就是，反正就已经先讲了那个要播出的时间了，但这个场景其实。就是灰色调啊！我只是想拍戏的时候，像有些场景是演员不得不去的那个地方。对，大武老师，你自己以一个这么专业的演员来说，就是怎么去克服这种？其实我不太去克服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家其实是蛮科学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那个导演组给我两袋
折莲花的纸，我就直接带回家放在地上，我们家人也没有怎么样。就他们其实对我来讲非常宽容，是对他们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他也知道说，哎，我的工作，然后他们知道这是仪式什么什么，他们都非常。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日常做这个戏剧当中，为了这个角色，你还把那个纸带回家练习？我还把那个缝大体的那个皮肤带回来缝，然后我每天都就在那边缝。然后就是要一直练习，因为我在里面也会包所有的业务，所以我包括要修复啊，要清洗、啊。你包业务要讲快一点，我都不知道你在就是讲缝皮的、就是、什么都、哦、没有，就是、哦、对，因为你要去修复嘛，要修复，你有那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工作细节的侧写，所以有这个部分什么都要做，还要折纸啊，然后做塔呀、啊，什么什么方式。之前的练习真的非常多了。而且你有去学这些吗？你是老板，所以就这样做就好。对，我前期就是一个。爱做不做啊，然后不想做啊，然后慢慢的大文是也躲躲了，慢慢的驯服你，用爱软化你的心灵，对，然后让我慢慢的试着学习接受这样。我每每听到大文老师提到他跟你对手的时候用爱这件事情在处理，他就充满了缺约的少女心，真的是爱啊，我懂，对啊，杀青咒你应该深深的不舍吧，真的是爱。哎，不要这样说了。我懂一个感觉。然后这是朵朵诉求很简单，海哥接账一社就等于不会失业啊、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其实很讨厌他家是账一社这件事情、嗯，他一直在抱怨、嗯，所以前期我们有一段磨合期是他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嗯这是在那段时期比较常那个提到的那个部分，對。但是我就是不能离开那个地方，因为我有我的梦想，梦想，朵朵的梦想就是要留在那个地方。好，李国毅这部戏啊，给你最大的那个挑战是什么啊？最大的挑战啊，让我想一下、哦，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说。应该是说，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不太喜欢一直做重复一样的事情。那这部戏比较起来没有那么的，可以说商业嘛，或者效果之类。这次比较偏写实、偏生活，然后包括我们这次同剧的演员很多，喜祥哥啊，啊对，太保哥啊，然后太保哥是演你爸爸，对，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哦，还有包括各个单元的有很多很优秀的新演员，是，对，然后大家一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我可以期待一部自己的作品过，嗯。我可以理解那个国毅现在心情的那种一些就是小小的那个波动，因为你们在那一次那个第一集的跟试片会之后，就网络上就是开始去看了，就有一些好评，然后他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对，因为我看到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们对白都是怎么样，你还会去跟大家讨论？对白是对白是有点尴尬，对吧？对白，我们要怎么讲？为什么对白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这不尴尬啦，其实就是导演很信任我们，他认为我们洪子导演对子鹏导演很信任我，他们认为我们站在自己的角色上已经站得很稳，是稳的，所以我们后来讲什么或我们做一些行为，其实他不会错，他都是对的，他就是很自然的会发生。然后我们刚好也很神奇的都可以完成那一场要发生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排演的时候就真的是可能会稍微把大家带到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但是我们总是回得来，然后我们可以完成那场任务，就很像我们现在来这边是要宣传灵异街十一号，然后你前面在那边瞎扯，然后就超远超远，然后最后回来观众还是知道我们在7月19号知道啊，播出了灵异街十一号，对啊，就像你那天 po 了一张差不多的意思，对对对，你在 po 主视觉，虽然写的是志颖姐姐结婚，但我们都知道你还是要给我们看灵异街十一号的主视觉啊，对 对，一样的概念。志颖姐姐是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的公主啊，嗯，对，这她的事情比较重要，不会不会，就是你也用你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啊，然后记录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那一天 是大家就是用一种这个相互回应的方式，然后这一篇就博得很多人回应说图文完全不符的这样的留言，就让大家也相当开心。这是那时候就是确定。戏就即将要上档了啦，所以你们其实应该大家会这么急切的希望看到他，表示在这里面其实曾经也付出过非常多很重要的那个过程，很难忘的或什么，就比方说李国毅受伤、欸、他不要给我李国毅受伤、
跳楼，跳楼，跳楼。对啊，会发这个其实是在上一部戏《1006的房客》的时候，然后新颖他被我们场景的那个门夹伤，这样子卡夹到，然后我就这部戏换我被夹伤了，所以我就有感。没有人帮你锯门，因为上次你有帮人家。对，上次我帮他把那个门杀了。我。对，这么神奇，就夹坏我女主角的手，是，所以就把门换掉这样子。那我们就可是有人说拍戏就是、不能这样问哈。怎么样？就拍这样的戏剧啊，还是会有一些奇特的氛围吗？哦，我其实是真的很想问你们你愿意说吗？有其实像我们的主场景是在地下室搭景，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天花板或墙壁都不是这么完美的地方啊，这个。然后有一天，这真的好可怕。有一天我们在对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块地方这样一直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天花板就塌下来。是整块那个大的天花板，砰，就这样掉在地上。那个如果被打到，是会昏倒，绝对头破血流。对，头破血流。刚好就在我们两个的中间，砰，正中间。砰。那时候你们是走戏还是正式在拍的时候，还是只是在里面？几乎了，几乎就是就已经在走了。对啊，如果那是正式的话，这样比较酷。我是说，就刚好拍进去了，没有，就像掉下来的那个大小跟重量是足以杀死一个人。我懂，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说那个瞬间，因为没事，我是说那个画面，对啊，很震撼这样。我可以想啊，那时候大文老师，你那时候心情是，所以是掉在你们两个中间吗？掉在我们两个中间，然后很大一块，而且掉下来的时候是那个粉尘这样，就是一个老房子。对，那时候你们那时候在做什么？就在对戏啊，在对某某一场。不是说对什么内容了。你有印象吗？好像在讲一些我的梦想之类的。你的梦想天崩地裂，哇！但是那天的梦想瞬间摧毁了的世界。不同意的梦想。是，对。可是真实人生当中，你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像戏里面那样的女生啊？其实我觉得蛮偏向戏里面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指引。对，所以其实发生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这或许对戏是好的，表示说它是有回响的。它是有震撼力，然后啪，突然间，我来讲好了。对啊，我突然想到，我也有这样子。我有时候在做一些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时间。而且已经不止十次以上了，时间都会刚好是1:11、2:22、3:33、4:44这种，就是这样连续的这样子。就当我有点不确定，我就看一下，就刚好是连续的那个时间，我不知道是同花顺那种概念。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会心里就会稍微安心一点啊，应该没有错吧？对。李国毅先生，像这样的戏剧啊，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在哪个部分？就是台词啊，或是角色感情啊，或什么？我们就单单就那个葬仪社这种角色，或是我这样问的是可以可以吗？我在想怎么回答的，因为因为我就想说他都没有困难的事情，不是因为已经过了实力派天才，我要想一下我当初在准备的时候的那个犹豫跟担心。我想一下，对，因为刚刚他讲有，因为后来其实进到剧组之后，你就发现担心都是多余的。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帮忙，一起往同一个方向。在开始前，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担心了，对，怕接触那些大体会不尊敬，或者是有失冒犯到什么的。毕竟他们也没办法回答，也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我们来看他，这样对。我很担心，但是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文也在，我也在现场，我们一起在那个大体缝补间看一个非自然死亡的一个老师，一个阿姨，对，她就是外力撞击，所以在帮她修补脑这样子上面的时候，我跟大文站在一起，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摸了一下自己带着。从家里带的符，然后一摸就整个世界升升升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过，人生第一次。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我有点我先出去一下，这样走不出去。
我是站起来，然后扶着墙壁，然后摸用墙壁这样抓抓抓，抓着然后才出去。然后我一出去，外面有开灵车的大哥就说：“哦，你安尼啊哈，哦，我再我再来，这又困起来，然后帮我擦一下什么药之类才好。”那从那天之后，我把他当成是他在提醒我，叫我既然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不要想太多，好好的把你们想要这个剧本想要传达的正面的东西、思考的东西传达给观众，就这样子做就对了。所以到那天之后，我好像就没有害怕了，也没有觉得困难的事情了。对，有发生一个哇，人生不会忘记的一件感觉，一个体验这样子。就是他就特别会描述，然后我们又特别就是很愿意进入他描述的世界，然后他一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而且我们开镜很特别，我们开镜还有法师的。有开镜吗？我没有，刚好有你们那个开镜的那个对那个照拜的照片，你有看？我没有看。难得。有啊，法师还来，然后念一些祈福的。要必须啊，必须啊，这毕竟这个题材也真的就是碰触了一些大家比较未知的领域的世界的。还发了每一个人都有护身符。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啊，对，很好啊，就反正当老师就是一直以来就用最前进的心在面对这里面所有那个。我说自己很科学，但是我随身携带。不会，这是一种科学啊，对啊，你用科学的方法来压制这个，不要说压制，来平复一下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恐惧，那其实也是一种药物的概念，慰藉啦。对，慰藉。好，我们今天前面摆了很多就是这种就是没有什么重量的那个小小的那个 hashtag 的事。就大武老师，你随便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这样吗？对，啊，太多了，要把三个串起来说成一个故事。好，对，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是，就这样子。那你麻烦你自己对一下。难喽。哈？黑道流氓？洪子鹏是黑道流氓。我们导演其实有黑道背景。太宝哥，觉得，哎，太宝，我先讲太保哥好了。好啊。其实我跟太保哥对到的戏不太多，因为我是他的员工，但是你不喜欢那个老板，你喜欢他儿子。哦，不是，我很敬爱他，很敬爱他。只是刚好不是啦，我就是这样说。故事的切面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就是高叔这个角色已经过世了，是，所以其实我不太有机会跟他对戏，所以留下来都是我口中里面说的太保哥，就是说的高叔。但是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好好看哦。那个时候有一场我们去野外收你的好好看的部分，可以在它很像一幅画或一个电影或是一个 MV。 那个时候我们在刚好我第一次中午在放饭，然后他在吃便当，然后我就忍不住让偷瞄，我觉得我自己在看一部香港的经典。对，他在吃便当，想说那个酷谁，对，就代表哥在吃便当。就是快来看啦，你们不要在那搬东西，你们过来看太保哥在吃便当。超收便当，哇，这么炫，好好看，这么炫啊，就是他太经典了，是，对，很少有人这样形容一个男人，很有画面，有，他真的是很会形容。我知道，等一下再麻烦你形容一下李国毅的画面。对，太保哥，就是对我来讲是吃便当都像一幅画一个电影的男人。那国毅跟太保哥对的戏，这是我跟太保哥第二次合作了，对，第一次在我很久之前了，第一次。太保哥就一直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啊，他只要站在那边，就像大文说的，就啊那个气氛啊、情绪啊，自然都有了。对，就自己得想办法跟上他那个气场。是，对，感觉上对，在戏里面对戏的机会就是相对于那个大文来说，对我比较多一点。对对对。那他看到的画跟 MV 你有看到吗？我看到的更深一点，对。在那个太保哥身上看到了遗憾，很深的遗憾。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哇，今天要拍摄跟太保哥一起的场景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压力啊，就会因为一定都是重情绪的戏这样子，所以都会可能从那一天就会比较少话，或是自己好好的培养一下，对，好好准备好，对。先让你讲那个会，
哪一个？洪子鹏啊，洪子鹏就是一直赞美李国毅耶，然后他没有赞美你，对他真的没有赞美我，为什么？不是，不是，我刚那一段话里面，因为他就在李国毅，为什么他要在那个片段里面赞美我？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求人家做这种辛苦的事情？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 team 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家主创都非常的年轻。啊，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导演，对，导演非常的年轻，然后我们摄影师也很年轻，我们的美术也是年轻人，对，所以我们反而会试着用很不同的方法去突破，我们会想办法去把一个大家可能一般来想说哦，知道怎么拍，我马上可以过的东西，我们愿意把它拆解，然后用不同的面向，用不同的叙述方式给大家，所以我们其实蛮多一镜到底，而且那个一镜到底的感觉是。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一种穿越心灵的部分，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我一直想要做的，我一直想要拍的，在这一部，在这部戏当中，很多都实现了。所以他聊你，所以你才会让他看起来特别。特别让人家说一定会深爱，我想应该是让你们两个是有一点相爱，应该不是说他聊，是我们在那整个刚刚说年轻人这个团队里面，不管是灯光、摄影、美术、导演，你会觉得在那个画面当中表演是一个很安心跟很幸福的事情，你可以在里面非常的放松，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管是剧本，视觉设计啊、美术啊、影像的东西品质，我觉得。不止做到了，而且还做得还蛮好的。因为刚刚在那段那个你在讲出画面的时候，后面有导演的话嘛，然后有一段好像是你在演戏，他是跟你说，哎，有感觉再来，所以你他是一个就是要求你做到什么以前没做过的事的那样一个概念吗？他不是说什么真的有情绪才要去拍，还是什么、是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很多时间在等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可能之前拍了比较多比较赶昂档的戏，所以你知道，演戏久了有了经验，有了经验，有时候就有些技巧，他不喜欢那些。当然，我们身为表演者也不喜欢用技巧来表演，但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我几乎要拍重情绪的戏的时候，我。不会像以前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反正很多时候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对，所以哇，太期待这部戏了。了解了解，黑道流氓很显然就是你在戏里面的某一个那个某个气质，对，对对对对，所以当初在准备的时候就有好好的，你有去练打架吗？没有啦，就是你不用练，身边一定有这样子的朋友嘛，对对，就跟他们多接触一点，然后多了解一下。他们平常的生活在想什么这样子？然后刚刚我们在看一些片花，你有说什么打到天亮？对，对，我们当中有蛮多很壮烈的，对，又要讲多人混战。对对对对，对，大家打成一团这样子，我们都导演拍起来很忙哎，找了很专业的团队，我们在开拍的前好几个月就已经进入那个排练室来专门排这样子打的戏，知道吗？很安全，然后大家也很爽，出来的画面也看起来很狠。有是真的看起来蛮狠的，所以但是经过很多那个预先拍好的，结果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所有对打的演员们都没有受伤，反而是摄影师受伤。为什么？因为砸东西啪，然后东西爆开，然后摄影师画头就被划开了，赶快就去急诊这样子。其实现场。真的是开拍前大家要好好的拜拜了，不然可能会可能更危险。那里面就你也有受那种枪伤的，就砰那种那种，哇，那个特效也是做得很恐怖哎，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就你，然后你拍完之后就躺在那个就是急救血泊中，对，那是就没有穿衣服。对，说到生气的就是不是不是啦，不是那个，但是对对，但是就没有办法。就他们还是剪出来，我们还是会看到啊。对啊，對啊，我其实拍那一场戏，就是我情绪没有很好，因为就那场戏是我们快已经要杀青的最后前几天，对。然后我原本拍的时候就知道，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戏，所以我在开拍前几个月就把自己练得蛮的，就希望就是。然后经过了三个月，已经每天在拍戏，根本没练了。然后到最后的最后才拍那一场脱掉衣服的戏。所以就咬牙，气啊！
对，真的就不够到你想要的精，不够英挺，对，不够英挺，对对 对, 对。不过但大文老师还是蛮开心的，对。哦，真的蛮开心的。对，没有，不是我这样讲是因为今天有看试片，嗯，然后那个打斗是真的会痛，有痛感的，对。谢谢你帮我们拉到那边去，我们本来是以为是我有好好的讲话，我没关系啦，就哎、欸、拍那个一些这些都是你比较没有接触过的哈，那种什么枪伤啊，我觉得那个其实蛮恐怖的。然后那里面在拍什么阴阳眼啊画面，然后就会看到你那个表情，就是也是你以前演戏比较没有看过，你有那种看起来就好像真的是深深受到强大惊吓那样子。你是一个李大胆的，越来越能够同理角色了吧？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慢慢的，表演的经验啊等等之后，我觉得很慢慢的很享受，跟很喜欢表演。你会知道，你遇到一个对的团队、对的对手的时候，你就会每天都好，我每天都好期待上班哦，我每天都好期待去拍戏现场。我懂你期待的感觉，大文老师期待跟李国也期待，你怎样子、啊？我今天就你们聊，没有，我好好说。李国老师今天来帮我们导读哦，对，那林杰十一号到底要怎么看？他现在认真正在写他那个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梦想版，写完之后导读一下嘛。等一下。他在忙，不好意思。那大文老师先导读一下，我们应该怎么看李国毅？啊，你说导读我们怎么看李国毅？对，好难捉摸。不会啦，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戏剧一向都是这个样子。对，你觉得怎么爱上高志海？怎么看高志海？我觉得、啊、你教我们。高志海其实他拥有先用朵朵的眼光看，教我们怎么爱。先用朵朵眼光，对，教你怎么爱吗？对，我觉得生活感是很重要的。对。角色在一个空间里面共同的相处，然后累积那个时间，其实这个东西是要让别人发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藏银社的那些戏，其实都控制的还不错。你是说你在个人情绪的部分？对，我没有过度的 CP 的那个部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的渐进的大文老师生气，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多的戏，习惯就好，跟习惯。宁静，你有发现吗？对，怎么啊？可以吗？还可以吗？可以。对，那再用那个大文老师的眼光导读一下，怎么爱上高志海？你刚刚是朵朵，现在刚是朵朵，没有，现在是大文。朵朵，现在是大文。其实高志海他有很多的切面都非常的真实，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父子之情，这个真的很棒。然后。还有很多的时候他像个犯错的小孩，其实我觉得这个情怀是任何人都会有的，我们都会有一种内疚或错愕，然后没有办法弥补，但是你还是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干活，然后太阳下山就要入睡，你一直带着那个遗憾过活。其实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深刻，那其实会让你心疼，然后你会想要用它来得到救赎，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好看的。会不会太学术？不会，就是你知道，就是他的粉喜欢这种一些分析，不是分析，就是喜欢一些指引，就用新的方式、不是要指引，就是用新的方式让我们这稍微导读一下，因为他自己不会讲这个，他自己怎么会讲这个？对啊，那教我们怎么爱上高志海一下，拜托啦。哦，高志海这个角色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主角。他会犯错，他走偏路了，他也伤害人，伤害人。你现在有伤害啊？哦，舒服。伤害人，然后他甚至连他爸爸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对，但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就像我前面说的，他跟曼殊饰演那个角色有点像，都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对，但是透过这个故事的脉络，观众跟着我们，在遇到了每一个带有遗憾的灵魂啊，然后慢慢的，从这些灵魂身上得到成长，然后慢慢的也有了责任感，包括扶起葬仪社啊，也慢慢的会表达了自己。我觉得他就很像你我一样啊，对，期待观众可以跟高志海这个角色一同的成长。嗯，像我们就聊天的过程当中。有两个拍自己倒，
真的吗？对啊，我们用木木，就是看它是什么。Oh my god！ 哎，哦，这是什么？真情流露。真情流露。好，我想要加水。他真情流露，他就是要加水的部分。哦，对。大宏老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看一下。真情流露。灵异现象。一定会有人问你们的啊！刚你有讲了啦，刚刚有讲，这算是刚刚有讲到，但那个不算了，我们不要，哎，不要，不能再讲，没有算。我再讲一个好了，就是我做完田野调查回去的时候，回家有一阵子，在拍摄的很前期的一阵子，我都没有办法睡好觉，因为我可能记性做了什么事啊？我记性太好了，哦、好因为那个时候，小冬瓜老师有带我们去稍微认识一下环境，所以我们去了殡仪馆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是会说，哎、欸，这边大概是放什么牌位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这样路过，然后眼睛不小心太厉了，就这样扫描了一下，然后我回去就不小心会稍微点名一下，点名，点名，我脑子里面就会播大家的脸。我也这是不是很严重？真的睡不好觉，好讨厌哦！睡不好觉，真的。对，你看过那个？对，就不会忘记。脸了以后，你其实是忘不记的。嗯，对啊，那个很难忘记。这个是有点职业伤害。忘不记，忘不记啊！忘记，忘不记啊！就是没忘记、啊。我懂。没有，这最新的说法，你说都对。其实忘不记，没关系。你说的就是一个跟我们之后字典就会有忘不记。喂，对，以后会有字典里面一定会有忘不记。好，我们现在就在也要让大家听一下戏里面李国毅讲台语，反正都有一些影片啊，我们就特别把它剪出来，我们想要听一下。有吗？有这个影片吗？有啊，我们就有一个一大段的，然后导播现在在帮我们准备。我刚刚我也接这段很辛苦哎、欸，现在用我们电脑啊，然后把这边送到这边，好啦，我只要播这里。现在回去我会教你。有这样没被做这道，好不？现在回去我会教你。等一下我会做这道，好不好？好。哎、欸，那个是真的虫哦。哦，真的，真的是真的蛆。认真的蛆哦。而且那边没办法洗手。那是一个野外。哦。他就这样回去了。可以。啊，他就拍一次就好了。没有，拍很多次。那边很热。然后是真的蛆，然后倒在那个道具的尸体上以及手上这样的，其实没有恶心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啊，我带懂，但是就是很敬业，敬业啊，敬业啊，敬业，敬业，敬业，最近都流行就要来真的，大只的那种比较恶，对不对？都很恶，它小小的那种，很像鸡米花一样还好。你有看到现场大家尊敬你的表情吗？对啊，不愧就是一个身为一个那个强大的男主角，就是连这种事。哎、嗯，大宏老师，那你在里面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因为他没有什么怕的啊。放饭的时间到了，不放饭。哦，这是蛮害怕的。为什么要这么容易？我说的是我啊。啊，你说哦，真的哦，你这么容易肚子饿。就是我排那一阵子卡路里燃烧的特别。我不太会心情。隐藏这些不是，我不太会心情不好或是受到波动，我就只会就是没有睡饱跟没有吃饱的时候，我会很暴躁，我只有这两个，所以我一定很坚持，一定要就是准时的放饭。对啊，吃饭时间本来就是要让大家，而且我们的饭好好吃哦。哇，我们一大堆人来探班，我们每天都是。主场景在哪边？在某一个电视台的 B1 哦，在台北，在台北，然后整个刚好没有在使用，就把它整个搭起来了，整个景哦，就是所以也蛮方便的，就好多人来，我觉得是好多人来探班，这样有啊有啊，探班就是你在脸书上也不断记录探班的这些事情，好多人每天，很多很多，然后李国毅总是谢谢大家，嗯，对，李国毅这就是从那个拍。就是可以从他的那个脸书就记录他整个过程里面的一些大概，我们就可以先 catch 到哦，原来那个主视觉只要十月就拍好了，然后说什么那哪一天的时候，原来哦李国毅去染头发了，他准备要进新的剧组了，这样子很专业，超专业，他只要一杀青就是一定要先去换颜色，是，然后三天后就又换黑的，或是换下一个主角的颜色，很专业，谢谢你，所以我们只要在你看。所以他在练习的时候不就这个发色吗？
前面不是刚刚有剪了一小段，你们去那个什么实习的时候，嗯，对嘛？那时候你还那个，哦，这个对啊，日期都有记录起来。有啊，有啊，有啊，然后就迫不及待。我应该是在要去染发的路上。哦，这是要真染发的路上，就是要染黑回来，这样染回来了，对不 对, 對？就大木老师，我在教你现实当中怎么理解他的这样。我现在觉得你真的太强了，真的太强了，他一定会用一个这样的行为，哪怕只染两天，他都要染。真的不是我说，厉害的是你哦，对，你这时间轴的这个非常厉害，没有，然后大家要学起来。我不想看了一下之后，就隔两天就开镜大吉的照片就出来。下次再来这边宣传要收费哦，好，我们。我觉得太幽默，太幽默，太幽默，对对对，然后就这样顺顺下来。这部戏其实有跨过那2018、2019，对不对？有，因为国艺还把那一天那个最后一那个2018年拍的最后的镜头还发了一个文。对，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还刻意剪了短短的头发。这一次，对吧？这部戏，对啊，他是为那个角色，是为什么要剪短发？喜欢啊。哇，不好意思，我就要问你，你知道我的，我如果不做这个这一行的工作，我是超级想要平头的。对，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所以你有特别去请求他们说你要剪一个接近平头的。对，但是最后还是拉扯一下，是这个。哇，这样蛮可爱的啊，这很阿海啊，我想要阿海，这就是很阿海，这很阿海，对。这是他名字最辽阔的一个，哎，就是海，对海，那你说什么风，但是海，海超大的，高，不好意思，啊，那这个镜头那时候在拍什么？你前面那站的是谁？太保哥，喜祥哥，喜祥哥，哇，这次忘记介绍喜祥哥了，对，喜祥哥在这部戏里面饰演一个怕鬼的刑警。很可爱，很可爱。就刚刚跟你，刚刚在我们放那段讲台语的前面那里，就是你跟他在对话。喜祥哥是应该是他从影以来最萌的演出。哇哦，我们都一直这么说。而且这一次我非常开心跟喜祥哥合作，是因为喜祥哥是我自己心目中圈内三大男神之一，然后他是我最后一个收集到的人。哇，这次终于跟他合作到了，是太开心了，好棒好棒哦！对，就是你表示你也很强大，男神就一直就是被你就是一个一个遇到，三个男神哇，真的，那个蔡振南南哥，然后我们合作过了，然后龙少华龙哥，然后最后一枚喜祥哥，终于集邮成功，太爽了，每天在他们身边就有学不完的东西，然后。人又，你就看到那种前辈在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极其的客气，然后他们一上工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专业，完全就是大家必须要学习的对象。有一天大家也会以收集到你作为一种人生，就是参与演出的志向，比如大武老师现在我收集到喽，对对，恭喜你，2019年呢，人生在那种巅峰时刻，跟天菜极品。实力派男神就这样，对，而且你们有同样空间的，很少有这个机会，没错，还一起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场景。对，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你都常发属于你们两个单独存在的，因为我的世界就只有他，是真的，是真的。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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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没有，你也失业了，所以你也是很需要那个老板。所以，对对对，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就是不会出现在这个戏里面。了解了解，然后那个还有很多那个你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可爱的美亚去，不是，就小柠檬去谈美亚，不好意思，各位柠檬朋友，对柠檬，就像美亚，小柠檬也是我的朋友，不要这样，他们都是可爱妹妹，哇，很多人都去那个，所以你那时候拍戏过程当中，大家就是这个剧名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跟李国毅就完全是第一次的那种相遇的感觉。我是说他演这样的戏，就大家想，哦，是什么惊悚片啊，或是什么，是这种片吗？有。有，哦，也有，这些都是那个戏里面有趣的一些场景啦，对不对？嗯，对。好，戏终于要上演了，我们从刚到现在都没有讲播出时间。没有，我们就说七月啊，几月几号啊？你看我们人是超好的。19号。我也不知道。19号。哦，19号。19号。7月19号。7月19号。啊，对，这里有哎。有。晚上。每周五晚上10点，好，就是7月19号开始啦，就可以看到那个，哎，总共几集啊？总共13集，13集耶，大家可以好好，
第一集就很惊，就很惊吓指数嘛。那可以说我们在赖 TV 跟八大综合台。可以耶，可以说没关系，李国毅要说的都可以说。你说赖 TV？ 赖 TV 加八大综合台。哦，好。大陆老师在哪播啊？哦，我们是在赖 TV 和八大综合台。哦，懂，我懂。好，我们后面再剪掉就好了，没问题。这么客气，对。好，今天那个大陆老师算第一次来。而且就是跟国毅一起来，对，太棒了。对啊，我觉得真的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国毅的今天新的梦想版。好，那来就是我们会写一些这种梦想版，道武老师你觉得还不错吗？我一来就马上被这边的正能量震慑到。正能量吗？对，就然后耳缩这样子。对，变瘦。就是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被消缩小了很多，因为不好的东西。还好你今天跟李国毅来，如果一。就是一个人来，我也有点害怕。你会揍我，对不对？不会，我们没有，我们和尚顺手报警而已，没有打人的啦。报警严重。对啊，李国毅这怕。我觉得我的梦想跟去年来的嘛，对不对？就是房客的时候来的。对，房客的时候来一样的肤浅。没有，这是人的很重要。肤浅，都是那种小到不行再小的。拜托很重要，就表示他已经居心到这种小事，无法这个日常的正式这个。要吃饱，要睡好，然后自然就会没烦恼。然后，它很像一个就是必须的必，哦，必须的必，必须的必，冲呀冲呀！好，对，我们有，因为我一直以来，像我去庙里面拜拜，我好像从来不太拜财神爷，因为我觉得好像要跟他讲什么，给我钱。你不觉得对？你不觉得这很难以启齿吗？不会啊，这件事情，所以大武老师常说吧，给我钱这样。我觉得你专心认真，然后把一件事情做好，钱财这些东西是会自然而然而来的。所以我每次一到庙里看到财神爷，我就你好，你好，你好，我不晓得要跟他说什么。不会啦，就是也这也是一个男神跟财神问候的方式啊，所以其实也蛮好的。我相信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啊，然后事情自然就会顺利，梦想自然会成真的。对，这就是李国毅啊，他到那个地方去，他也把财神就也不敢，就是也不要不敢，就也不会去一定要出什么要求这样子。他相信就大家会有一些比较自然的那个，自然而然就会给你一些祝福。对对，自然会来。对对对，道武老师梦想，哇，他写好认真哦。梦想就是一场人生的大冲浪，机会来，要快步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文老师的 Instagram， 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频道，里面有非常多日常的绯闻，有很多超多非常对对对对一些那个。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想说要等同找出一样质量的照片，但发现都绯闻，实在很难爬。就是我们总是很可爱，我懂，但是就要再找一次，就是无关乎这种，就是做今天总是要终于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有戏剧才能把。就是国毅跟这么漂亮的女主角一起邀来嘛，对对 对啊，然后就这样，运气很好哦，对啊，真的，简曼叔现在如果出现也在也都大概像道武老师就是年纪有稍微大一点，不要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她就是现在是一个可爱的那个妈妈要准备要那个，对对啊，没错，强壮，对，道武老师那个喜欢冲浪，没有冲过浪。想象的冲浪啦，就是人生。所以你有想象过在海洋上奔跑，然后台上冲浪板？有训练练习。我觉得有，对啊。但我老师其实就是日常里面就会给大家在绯闻当中很多的正能量。因为我太懒了，我只能用想象的。不会。重点是他那些看似绯闻，但其实有藏了一些。让你思考的寓意在里面一点点，就是他就毕竟是一个老师，感觉上来说就是说废不废，不废不废，对，就是不废不废啊。是需要用点心来看到更深的。要用心，要用心。棒，感谢。今天就是非常的开心，把两位一起邀请来，然后我们就用这样各种方式，还是没有特别说到戏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有啦，有，我们这次说的比较多了，但我们不能去剧透啊或干嘛。但是这一次就是有很多的脸谱，然后构筑出来说这里面你看到的故事将会是什么。但有很多当然是安排着其他的线索，总要有些惊奇吧，不要说惊悚，或者要让大家印象深刻。那故事线索是怎么走下去？你们两个为什么最后没有结成连理啊？或是
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投入一些什么恩爱的互动，都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就是李国毅在那里面跟那些爱的、好朋友们、爱的个体，讨论爱的真谛，带着遗憾的个体，大家一起来化解这个遗憾，并且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太完美了。有李国毅在的地方，我们就随时都可以知道很多经典的名言。对了，没有，我觉得新的人生智慧最终真的还是要带给观众放松以及思考啦。但这部剧就是影片很难让人家有放松，啊、但可以思考，一定哦、可以思考，有啦，真的有，对，应该是等到正片播出会有啦。但目前剪的就大家真的是比较不好放松。我们先募集一些喜欢看惊悚片的人，对，好、oh, ，对，就先有一些铁粉，就先来一些惊悚片的人，再来一些喜欢一些温馨感觉的粉丝、oh, 然后最后就是全部的人都喜欢了。演艺界谁要这部戏？哎。什么都有，对，然后就是他的观众也没有什么界限，然后他的无缘佛界的影响着大家，对，然后让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多新的收获，这样子。好，一个最长的那个预告片，我们就放在节目的最后来播好了，因为今天难得国毅都来了，所以要再跟就跟大文老师一起好好聊一聊。其实本来国毅有一件衣服穿来的时候，他们蛮有点情侣装的感觉，还好换起来了。哦哦，就这样。但还是有情侣色啦，其实都是绿色系，里面也你看很多，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蛮大的，就不好意思了，就为戏宣传耶。对，但是就是希望在新戏当中，让大家就有，因为李国毅有新的追剧的能量，也是蛮好一件事。哎、欸，主题曲谁唱的？你要吗？知根，没有听过对不对？我已经听过了。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他在听，特好听，特好听，特哎、欸，特好听，而且那个歌很难唱。那你可以，我没有办法，太难了。嗯、哦，可是你们两个都，因为他常常发文，就会跟你讲说他在听什么一首歌什么的。那首歌的歌词一看就是为了高志海写的、啊、真的，我今天有吓到，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刚好的事情？那就是整个是很 touch。 比方说哪两句？我没有办法讲啊，为什么歌词我已经忘记了，片尾曲也极好听，真的、哦、也极好听，那个词也都非常贴这部剧，也是谁唱的吗？知根，知根也是吧？哇，这怎么都他写的嘛，对不对？是哪个知哪个根？知根鸟的那个，知道知根鸟的知根。很好听，非常好。国毅，你会唱吗？我不太会唱，因为他怕我们 cue 他唱。我的，因为我都没有完整版啊，对啊。哦，不好意思，不要。对，好好听哦。对，我还是不敢随便 cue 他唱歌。也不要这样子。不会不会不会，有机会再 cue 就好。没有问题的。好啦，今天聊到这里，就是也差不多，时间。好，我们一直在聊开心装哦，里面一直在 cue 我妈妈，没有，不用收啦，就反正我们就一直讲，一直讲到七月十九号，太久了，时间那一天，时间那一天，好啦，真的，聊些什么吗？好啊，那你觉得在那个道老师身上，你有看到一些什么，就是女星的新亮点？新亮点，对哦，他算是你搭过就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就是 CP 的那个组合的。选择不知道就特别放松嘛。哦，蛮失望，他有点失望。我每天就在那时候都长时间的在片场，然后每天都看通告表，大文什么时候来，大文一来我就知道 yes 好玩了。不然我自己的戏是很沉闷，也比较怎么讲，也不能比较沉闷，然后比较需要。花费心神，这样也不能也不是这样说，不然很像我们的戏太，对，也不是，对，反正就是。如果高志海啊要找那个戏里面，就是想要去海边散步、比较浪漫的感觉，你觉得他会带简曼书还是会带那个朵朵？哎、欸，我们好像有聊过这个问题、啊、真的哦，你们有聊过啊？什么好意思？这两个，好，这两个女主角，然后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对，他一直在想，然后工作人员投票，你会喜欢哪一种女生？对，我们还有工作人员还有办这种工作人员高冷型的，还是平易近人吗之类的？活泼厚型不？
后型波这一型的，哦，后型波，后型波，你会喜欢哪一种这样的？他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没关系。对，我们给了他一个题目，然后他给了我们。哦，现在的我当然是后型波这一型的。不用现在，我是今天吗？此刻，如果等一下高志还要去散步，对对对，绝对是的，真的。因为跟曼叔饰演的圣音聊不起来啊，他不太讲话。哦，是，他在剧中不太讲话，不太说话，不太说话。对原来你是真的爱说话，我一直在说话，真的，然后在打中高志海的心，说话，没错，让他感受爱的存在，这样子。我一不在，他就觉得好安静。好，好，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就是高志海跟朵朵的爱，我们就特别就是让整个节目延长了大概快20分钟。对，对，那也该结束，也该结束了。对，就是谢谢你们今天来宣传那个《灵异街十一号》，7月19号。7月19号晚上，对，7月19号开始，每周五晚上10点，10点，看我真的对很好哎，赶快讲啊，快点 ，Live TV 还有八大综合台播出，请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准时收看哦，快收看哦，安大明星下次见，谢谢李国毅，谢谢大文老师，谢谢。有人是后天才看到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一种频率。趁这个机会离开吧，你爸又不喜欢走这条路。好，现在我爸死了，你可以走了。你是他唯一的儿子，你不接谁接啊？好，接不接跟你什么事啊？这种案子，这种年纪没那么复杂了。有没有那么复杂？他会告诉我。现在规矩会教你。你这样我会做几刀，好不好？我不是自杀的吧？你去找会通灵的人啦！我爸死了，我也很衰，我帮不了你的。我不相信灵魂学，因为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来找你一定有他的原因，听听看他们要说什么吧。就算我能够再看到这么扯的事情，谁会相信？我相信你。你要相信你自己，还有，你要相信那些相信你的。谁到底是谁杀了你？